雪这么大，会受凉的，您赶快回去吧。 老刀还真是不客气，他一向如此。以前守夜的时候，夫人您都不让我们在外面睡，只是最近城主每日都在奉医公救寝，我们就不在内室伺候您了。
城主率军亲征后，怕您不习惯我们在跟前吵闹，我们就每晚守在门外。以后都来屋里面睡吧，外面太冷了。得嘞，就等您这句话呢。多少人倾其所有，妄图将月光私有，我便也满目追求，清醒要不求。下官该死，城主中了毒箭，箭簇还在体内，属下不敢妄动。不敢妄动，你治不好城主，老子要了你的命。下官只能尽力，尽力吊住城主一口气，在什么？说，再无他法。爹，徐顺。别跪着了，过来给我爹把脉。好。阿甘，季季这次是冲我来的，是城主替我挡了箭。生的城主很仗义，季季如此狠心对我，我与他势不两立。很多贵族都已经叛变，季季的这次反攻是卯足了劲儿要灭了我们。王庭的整个北城都被吉吉占了去，我们要先想办法夺回来才是。依我看，先回我的营帐商量一下对策。城主现在性命攸关，军医又束手无策，我爹他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啊！运来，这次你跟着城主一道出征，一定要机灵行事。如果城主遇到了任何危险，你一定不能瞒着我。请夫人放心，运来保证完成任务。找到了，这个是江元镇的百花补气丸，不知道管不管用。百花补气丸，我知道这个药，我大哥吃过，快给城主服药。是。哎，爹。城主，徐将军，现在情况危急。运来建议修书一封送回静安城。城主现在这个情况，我们需要一个拿主意的人。运来所言甚是，我也在想要不要给我大哥修书一封。城主夫人吩咐过运来，城主不管发生什么危险一定要及时告诉夫人。告诉小妹？那只怕小妹会担心呐。将军，多耽误一时，城主便多一份危险啊。运来修书。是。徐将军，城主受伤一事当对外保密。信只给了城主夫人，她会想办法派我大哥过来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一个好大夫为城主去毒。吉吉惯用毒，和他的母亲一个德行，都是些旁门左道、歪门邪术。詹姆西在世的时候就看不惯，说他毫无我哈尔男子的气概。你们的家务事就不要跟我说了，我也没心思听。你就告诉我怎么能找到吉吉。他死了一心重，王庭虽重回他手里，但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肯定不会住在那里。
许帅，江院正乃是第一神医，如果他能来北境，或许能救城主一命。王俊义，你辛苦了，你下去休息吧。谢许帅，许帅也要保重身体。嗯。月儿，你娘临终的时候嘱咐过我，不求你这辈子大富大贵，你只要能够平平安安的就好。爹这么多年镇守边关，握紧兵权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就是希望你能够在这内院中过得自在些。你说呢？你来这苦寒之地凑什么热闹啊？爹真该听你娘的话，不该让你希望。爹对不起你，没有照顾好你，爹真该死。但是你现在昏迷不醒，爹又不敢死，不敢去见你娘。爹不知道该如何向她交代。宝剑，武都总管，大半夜怎么如此匆忙？城主来信了。城主来信了。夫人，城主来信了。城主受了重伤，徐帅旧伤复发，有天心伤。城主，宝剑，你去请逍遥宫过来，我都去请江院正到凤仪宫，一切行事要小心，切不可走漏了风声。是。等等，请他们去摘星阁。是。情况属实。哼，真是天助我也。公爷，那牡丹就等着看好戏了。这出好戏可离不开牡丹的情报，切记那边有任何消息速速告知老夫。是。哼，只要城主死在前线，除掉徐鼎，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。先父之仇全仰仗公爷了。去吧。老朱，公爷有何吩咐？把侯爷悄悄请来。是，公爷。
长嫂，不是，兄长怎么办呀？这一尸两命啊！哎呀，不要制造恐慌，且等太捕推演。奇怪，卦象显示什么？事成无能，卦象不明。姑着实放心不下。静明，姑要亲自去北境。不是吧？这大圣的将士需要城主，姑的夫人也需要城主。那可是静安城怎么办啊？好在运来机智，送的是家书，军情并未上报。姑离京之后，如果你有任何的事情，可以找母善和太城商权。舅舅虽然啰嗦，但是可以护你周全。兄长，要不我替你去照顾长嫂，我不想上朝。不去上朝也罢，那就称病抱恙，放话出去，近期停止朝会。否则城主负伤的消息一旦传出去，你是城主继承人，性命很可能受到威胁。这还用说吗？不出三日，他必受到军中密报。再说了，他什么不知道啊？四处都是他的眼线。城主夫人，不必拘礼了。江元正，你快别演了。在座的各位，谁不知道他是城主？姜堂，夫人受了重伤，中了极极的恶毒，姑要带你一起去北境，只有你才能救夫人的命。城主，可沉着身子骨，怕是人还没到北境，命就先没了。做好御寒，这一次只能委屈你了。就他委屈？城主三思啊！徐帅旧伤复发，徐玉昏迷不醒，军中需要良将和神医，所以这一次，姑也会把徐家大哥一并带上。臣遵命。此话当真？三更半夜叫你来，还能有假？哎呀，那恭喜公爷了。嗯，这城主帮扎木西的女儿呼纳夺回了王庭，而那吉吉流落在外，哼，女子师出无名，自然寡助。我们只要大力扶持吉吉，就能够稳住北境的局势。吉吉新仇旧恨一把抓，不会轻饶徐鼎老儿。嗯，这是必然。萧景云一直昏迷，在北境活不了几日了。这萧景云无子嗣，萧锦明更是贪玩成性，还需公爷再手把手扶持几年。看来公爷的隐退计划又要搁浅了。哼，那还是景云他不听话，否则作为亲叔叔，我能不帮衬他？萧景云还是太年轻太无知了，小小身板还学先主率军亲征，以为打仗是过家家呢。哼哼，还是侯爷看得透彻。无论如何，徐家护驾不周，勾结呼纳，意图谋反，这个罪名，怕是坐实了。只是军中暗下消息，我们俩也不能贸然在朝堂上宣布这个。派个官员过去例行视察，那还不简单？一旦发现城主身体确实有大碍，哎，我们这些老臣一定会站出来全力守护大圣。公爷英明。兵部侍郎，臣在。你公文上说，需去前方审核粮草辎重。正是。放肆！
为保大圣平安，城主亲临前线浴血杀敌，你却在这档口扯着鸡毛蒜皮之事。可是城主攻亲前线，不可轻易叨扰。可是什么？虽然前方战况进行顺利，但是城主并未凯旋，我不知道你在盘算什么。我看你应该好好反思一下，阁主为民吗？公爷，公爷恕罪啊！公爷，小公爷，公爷，兵部可是要职，不可或缺。侍郎乃二品大员，岂可轻易罢黜？那暂且搁置。那个王洪湖，你来顶替他。锦明，这样未免太儿戏了吧？儿戏？太城礼法典章安属，请问我有这个任免权吗？公爷，上行在外，朝应有守，守约监国，便宜涉行军事，乃古之至也。公爷当然有权任免，只是……别只是了，太城辛苦了。锦明的处事风格还真是跟徐玉如出一辙呀。不过对待这些老匹夫，这个方法我呢还真是好用。只是受命代理摄政，至于以后谁来做这兵部侍郎，等城主回来之后再定夺。想去前线，就别玩虚的。谁要想去，我资助他真刀真枪跟敌人真干去。臣遵命。还有，近日啊，我身心有些抱恙，年终积攒又太多，许些时日闭门批更。本月暂停朝会。啊，诸位大人，就在这新春之际，多回去陪陪家人吧。啊，谢公爷。哦，公爷，主母大人快到了。什么？主母大人快到了。这么快就到了？快帮我把衣服脱了。快快把东西收下，快！给我手上撒点酒，撒点酒。干嘛？快一点呢！哦。像血汗吗？像。我的宝贝儿子，哎呦，我的宝贝儿子呀，这怎么病了呢？啊，哎，景明，你怎么生病了呀？啊，哎呦，还出这么多虚汗。不是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这我头有没有找医师啊？找了。找了，我看过了。哦，医师说不能太过操劳，要注意休养。是啊，这生病了可不就要得休养吗？嗯，你呀，什么事你都不要管了啊。我已经告假了。嗯，你呀，这么懂得爱惜身子，母上甚是欣慰。千万别学你那个兄长，一点都不懂得爱惜自己。兄长小医干事，我可比不了。此时此刻，城主在北京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你说都去了这么久了，也不懂得修一封家书给母上，让母上一直这么担心。到时你称病，母上知道了一定会过来看你，届时就把这封信交给母上。姑走后，就不怕凤仪宫被人打扰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嗯，想起什么了？哎呀，还起来了。母上，兄长是给您寄过家书的，儿子身体不利，倒把这事给忘了。你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呢？你知道母上等这封家书等得多苦呀。母上，哥都说了些什么？
你兄长怕是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。他说他最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，夜夜难眠，说是有方士告诉他，只要让夫人避居院里，足不出户，为他祈福半月，即可消遣。如此说来，还甚有道理。红姑姑，传老身的命令，让夫人避居院里，足不出户，为城主祈福，禁止外人叨扰。是。穆少，我的宝贝。怎么老身闻到有一股酒味儿啊？啊，恐是儿子头疼，刚刚抹了药酒的缘故吧？哦，头疼啊，是药酒是吧？哎呦，对对对，头疼，这个头风确实难治。来，躺下，躺下啊。好，躺下，休息好。啊，乖。听说夫人在，我来聊会儿天。城主夫人在为城主祈福，你要不要陪着一起？啊，那我就不打扰夫人的前程了。那庶人请回吧。宝刀姑娘呢？那庶人今日想吃点什么？宝刀姑娘今日准备做什么？我不挑的。那我让宝刀做好了，给您送去院里可好？好啊好啊，那太好了。那叔人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公爷，孙大人来了。下官叩见公爷，奉常大人，请公爷奉常大人安。一应事宜，镇北侯已经嘱咐过你了吧？哎呀，速速前去整顿，前去北境。是，公爷，下官一定不辱使命。去吧。父亲，您让他去北境做什么？城主重伤，很有可能回不来了。父亲，消息属实。我这不是摆搭，前去确认吗？那为何今日不在殿上做商讨？哼，景明那个混小子不成器，现在连朝都不上，还商讨什么？也是，消息还不确切，还是先行确认比较好。如果城主重伤，应该会有急书传来。那也未必。没想到牡丹姑娘竟会弹奏我的凤栖梧桐。凤栖梧桐，牡丹不知，或许是心有灵犀，琴声暗合吧。我看不是灵犀，而是信息吧。姑娘昨日何故到访过衡山公府，见我父亲？牡丹不过同往日一样，做些交易罢了。没想到时隔三年，姑娘不但成为了花魁，还成为了大圣最有名的情报商人。牡丹若说当初是为了寻得公子的消息，才偶然间误入其道，公子信否？城主在北境身负重伤，消息是否可靠？这不正中了公子的下怀吗？我的心思岂容你胡乱揣测？牡丹不敢。城主负伤，可有细节？细节不详。此时军中守口如瓶，讳莫如深。公子若别无他事，牡丹要准备上台了。
以他的性子，要是知道了，怕是要不管不顾飞奔过去了吧。驾驾驾。小妹，要不要歇息一下？不了。驾驾驾驾驾。小妹不用太过担心，咱们休息一下便出发。我知道一条近路，可以节省半日路程。好，衡山宫的人恐怕已经在路上了。恶魔，给你打只兔子来吃，给你看个东西。咦，哇，好可爱！你看它可不可爱？白白的。不必，养精蓄锐，还要尽快出发。哎，脉象如何？回将军，城主仍然很虚弱。城主，城主，城主，你是怎么流血了？城主，城主，这应是暗器贯穿了心肺，气血不断溢散所致。城主，那你可想出医治的法子了？将军，属下官无能，实在分辨不出城主究竟中了什么毒啊。这城主夫人也没回个信儿，要不然我们把城主运回去去找江恩正吧。将军，这可万万不可呀，部分暗器还在城主体内，路途遥远颠簸，城主他经不起这折腾啊。到现在你连城主中的什么毒都不知道，你让我如何是好？将军，这江远正的百花补气丸虽然不能解城主体内之毒，但是可以缓解毒发，保住性命。有劳好主管按时给城主服下，且给下官多几日，好找出城主所中之毒啊。废物，云来，我们再修书一封。将军切莫心急，上次修书已是犯险之举，再次修书恐担心落入贼人之手。又是让我等，我等得了城主等得了吗？我等不了了。城主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吉吉不在王殿里。当务之急就是活捉吉吉，为城主拿到解药，否则我真是没脸见城主。你不要太心急，我们都会尽力而为。希望圣的城主命大些吧。吉吉想来应该是在苏甘部，那是他娘亲的部落，也是最北边的部落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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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若是不来这一趟，
恐怕无法理解徐帅所描述的另外一片天地，八寒地狱一般的天地。父帅，末将来迟。若真能大难不死，真心天地可见。吃野草，不吃野草怨我大，不也大闹？咩咩咩咩咩咩，说来心上好。徐月，如果有一天我们闹别扭了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先妥协的。但是如果我没有及时过来哄你，那一定是我那段时间过得太累太忙了。你也要答应我，在原地等我，因为。我爱你。哎呀，好矫情啊！我怎么舍得老是主动让你哄我？我徐玉一定会，偶尔也会主动走向你。哎，你刚那些话，能不能再说一遍？你让我录下来。哎呀，徐月，嗯，我答应你。嗯，鸳鸯吃野草，不吃野草大耳挠，不愿大耳挠。咩咩咩咩咩咩。借我一点点运气就能让我遇见你，借我一点点默契就能让我好欢喜，借我一点点思念加倍还给你。别担心，这世界很多风雨，我给你一小片天晴。这未来很多猜忌，我与你两不一步棋。这辈子长短里太多不可及，爱恋始终如一。我的爱恋里面太多考验，近在眼前又犹豫不决。幸好当那偷偷出现的第一时间已经被我察觉。我的迟钝，请你别太埋怨。幸好月老也不计前嫌，让昨天纠结抱怨考验都变成红线，把你握紧项链。一百天地写的天，你测了你，但不一时将真心看清。三瞬间或许已经定下誓言，四季不分离，无形之间投影眼的灵犀，要接着为你无二独一。即使岁月如少年，是一见到你。